听闻，曹丞相帐下有一对兄弟大将，其兄夏侯惇，其弟夏侯渊，不知足下是哪一位？哼，我便是夏侯惇。既然知我的威名，就下马投降吧。<笑>你比颜良、文丑如何？关某三日之内，连斩袁绍两员大将。 颜良、文丑算什么？区区鼠辈而已。你不杀他俩还好，你杀了他俩，闹得我心痒难熬啊！早就想和你一见高低了。匹夫，竟敢出此狂言！关羽，哼！你别害怕，我已经下令，我这些部将今天都不会动手，所以。 只有你我，看刀！快住手！二位将军，哎，是丞相想起来关羽没有过路文书，丞相担心沿途怪阻挡，特令末将飞马递送文书。这下你可以放我过关了吧？哼，丞相知不知道，关羽在沿途过关斩将，他已经杀了我5位部将了。这个丞相确实不知道。既然丞相不知，那我只能生擒关羽，叫丞相发落。丞相若放他是丞相的事，我不放。哼，你以为我杀不了你吗？撤！